今天就和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就是用 Splinter 清洁一个很久都没做清洁的洗手盘。它也有很多这些黑色的污渍，洗手盘也是很油粒粒和很污糟的。Splinter 就是这样的。咁咧，一盒酸皮里边咧就有两大嚿噶啦，可以见到另外一嚿。咁我哋个用法咧就系，只需要咧每一次用嘅时候咧就搣一小片出嚟。如果你要清洁嘅面积咧系比较大嘅话咧，就搣大片少少啦。如果唔系，一般嚟讲咧，搣个份量若果系咁样已经系 OK 噶。因为瓷盘系比较大件啲个面积，咁所以就搣呢一个份量。用法是非常简单，因为你看到已经白色的就是那些肥皂的粉末来的，就是只需要就是湿水啦，跟着就可以即时用的啦，不需要加任何的清洁剂。可以看到即时有些泡沫的出来啦。这一嚿咧，钢丝绒咧就变咗咁细嚿啦，但系都仲系好多泡沫嘅。不过你可以见到咧系非常之污糟噶啦。咁呢嚿我哋相信都抌咗佢，唔好再要啦。咁就可以避免细菌滋生啦。系咧，主要咧搵水啦，冲走咗嗰啲肥皂泡沫啦，或者系你搵湿布咧抹咗佢都可以噶。见到咧，而家系好多啲污渍喺度啦。各位睇下，而家咧已经系用咗 Splinter 清洁完之后嘅效果。本身呢度咧系因为系有啲木质嚟噶，已经系食晒落去啲颜色，所以系清洁唔到噶啦。但系其他地方咧，
全部都好容易咁樣甩曬嗰啲污漬。係咪而家個洗手盤咧，係全部都係立立令咧？所以用 swim tool 其實係一個好方便，只係需要加水，就係咁簡單㗎啦。